干啥呀？你嫌我背心短儿，能给我拽拽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好久没有坐公交车了，今天带着我儿子坐公交车，我们去火车站银基那一片逛一逛。我跟我闺蜜约好的，正好今天也没下雨。妈妈是不是去老胡？对，你要叫阿姨，可以叫她老胡阿姨。妈妈是男孩的女孩呀？女孩，女孩。今天正好周末，然后七月在家跟姥姥，我带着布丁出来，你去坐公交车。不是这个站牌，我们要去以前舅舅学校门口那个站牌。我们直接坐车坐到火车站，然后再走路走到银基那边去。开车的话，那边停车有点太贵了，停一次车直接都10块钱。我问我弟的，他说坐 B12和76路可以。不知道呀，来公交车了。嗯，我们才刚坐上公交车嘞，快到了下一站火车站北港湾，马上到。下车了，结果他还没到，他俩去路口等着他去。这旁边小商品城，还有万博商城。妈妈，这阿姨也太慢了吧！这分的，我们就在这个路口等着你，阿姨。我为了见你，又洗头又化妆，你看看你这头也不洗，脸也不化，哎，真把我当亲闺蜜，这是。到地方了，这个叫银基商场，以前妈妈经常来。好几年没来了，逛银基逛的我老迷糊，我都是跟着俺朋友一块走，我都不知道咋走的。俺朋友搁着前面带着逛，我都不知道这哪是哪，一会儿都给我绕迷糊了。布丁馋了半天，买了个玩具。布丁，看看你的玩具车，拿一下我看看，50辆，全是合金的，开心不开心？你二姨就喜欢这种彩色的，亮不亮？里面鞋垫，这个鞋垫。好，知道你买车了，然后给七月买了一套小裙子。逛银基，在2楼买了一条裙子，139，一分钱没砍下来。逛完了，然后刚才俺朋友给我送到这个口来，给我送错口了，俺俩还得走一节才能过去。都走到这个火车站这边了，看这边就是火车站，知道不？知道不知道？火车站就是你想坐火车就得从那进去。布丁的一脸懵的样子，我们去不了火车站，我们现在得回家。坐火车去哪呀？没地方去，应该在这边坐车的。朋友给我放到那边，就这个地方，从那边下的，俺俩又绕过来的。等公交车，准备回家了。我们要坐几路车？76。对，坐76。那你就这样了，拜拜，大家再见。